身为汉族的王友邦，因为一次部落旅行，意外发现鲁凯文化的美好，并决定用相机记录好茶部落。他紧抓着每一段流失的文化，只希望将这些记忆保存下来，展现每一个时刻文化的状态与生命力。就好茶很特别的一个部落，直接的感觉就是说，这个就好茶它很多大自然的生存智慧、生存的方法，很多的特别的一个需要做历史的记录啊。那我是觉得说，这个影像的保留在当代很重要。我的梦想是用摄影透视鲁凯历史，记录生命。1月15日星期五晚上8点，敬请锁定原视16频道。思必向前走。